再问一下，我的刚刚往生了一个我母亲，往生不久，就是是还没有半个月呢，就是刚刚往生，我不知道在哪里。你给他念了几张小房子？给他念几张小房子？我现在念了，刚刚他念了十张，还不知道烧了六张，念了十张，准备还烧没烧呢？叫什么名字啊？叫马桂花，就是桂花，就是桂花是吧？桂花的桂花。马，对，姓马的马，桂花的桂，对，马桂花。不行啊，太感恩了，太感恩观世音菩萨，真的。他还在飘，从第一次打，他还在飘，在中阴身、啊、在中阴身飘。嗯，哦，是啊，我想也是因为我们房子还没有，小房子那还没烧到，应该是这样，赶快赶快，估计是，嗯，哦，就赶快啊。他人不坏，我抓紧时间。他经常晚上到你家回家。哦，到我现在这个家是不是？对，我两个家，我一个老家在北方，一个家在这里。对，你现在到你这个家。哦，到我现在那个新家是吧？啊，你会听到声音的，晚上。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有时候我听到家里就是有些声音，那床会响，有时候我听到感觉。现在知道了吧？啊，真的是这样，真的，我就听到声音，但是我知道应该是这样回事，因为他刚走不久，走的时候也不痛苦，他是癌症走的。对。我告诉你，不痛苦也是被拉走的、啊、生癌症的都是被拉走的。对啊，如果他不好，就是我现在就是他就是没有听我的，如果他好听我的好好一直就是要就是认真去忏悔各方面，应该不会那么快吧。对对，他现在知道了、哦、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看到、啊、知道后悔，我现在看他，对啊，他的脸比较偏圆形的，长圆形的啊，头发花白、哦、啊，头发花白、哦、对对对，啊，嗯，啊，我告头发往后梳的他，啊，对对对，啊，他刚好是66岁的瓜，好像也是66岁的瓜，就走掉了呀，66岁不算老的了，啊、66岁很年轻啊，嗯，是啊，就是66岁的关口啊，应该是，啊，所以人，你说可怜不啦？嗯。哎呀哎呀，真的很可能，真的很可能。如果你说我们师父为什么，台长为什么到处去救人啦、啊？就是让他们不要可怜呀、啊，他们懂了就不可怜了呀。对对对对，我一念准提神咒就打通了，我打了那么久才终于打通一次。啊，你好好努力啦，你帮他大概要念68章，他可能可以超度、哦、超度走掉。嗯。哦，要念68章是不是？68章的话，可能会投人，也有可能到阿修罗。嗯。哦，太感恩，太感恩了，太感恩了。好了。哦，然后最少念68章是吧？哎。哦。好了。那、我抓紧时间念，我就叫49天之内是什么时候念完的？对，49天之内念完。哦，49天之内念完，那我抓紧时间要念了，太感恩了。啊，你赶快了，因为你这个人还是蛮孝顺的，这是他告诉我的。嗯。哦，我的那个，嗯，我属马的是什么颜色？你属马偏深色。他现在告诉我说，你这个人孝顺是蛮孝顺，但是你呢，啊，更孝顺老婆。那也是，那也是，没错，没错，都是这样，都是妈，一个是老妈，一个是小妈。是啊，是啊，没办法，我们做男人要顶天立地，谁都不能得罪啊，说得罪不起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这叫顶天立地啊！哎呦，我的娘哎，你这个就是让我想起来，趴在床底下被老婆打的，趴在床底下说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说不出来就不出来。他老婆叫他，你给我滚出来，我就不出来。好了好了，是是是，嗯，好好念经吧。好，我就是现在还没有拜师，我想拜到澳门的法会拜师，不知道能不能拜。我还没念够一年，我师兄说要到一年才能拜师，是不是有这个规矩啊？嗯，好像3个月吧，我忘记了。但是最主要拜师，拜师最主要就是说要自己要许愿，要出去度人才拜师，否则不要拜师。是啊，我就是一直想着在度人呢、啊嗯。我现在就是许愿是传速啊，什么我都许了，对，你能做到了，我也做了很多。你跟秘书处联系一下吧，好吧，打电话来问一下。哦，自己写申请的是不是？啊，要写申请的，嗯，好吧。好，我还有个问题，像我一直以前都是做了皈依了，在就很早做了皈依，在也是在那个。
观音菩萨那个道场皈依的也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皈依佛法僧，这个都没问题的。好了，哎、我是拿那个证了，拿那皈依证也可以、啊、没用，没关系，没关系的，没问题的。也是观音菩萨，我那个也是观音菩萨，我跟观音菩萨很早都接了，比较有缘，我认为。啊，你这到这里来，说不定就是你那个皈依的这个菩萨的让你过来的，嗯。哦，那太感恩了，太感恩了，好了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啊。